长的、短的都好吃。Unlimited。趁船长不在的时候，会对着大海这样。全速前进！神经病啊！不是全速前进还是什么？全速后退。寂寞寂寞就好。安慰安保。垃圾师。黄喜。黄喜。你走错棚了，这不是型男大主厨。你要魔，你是干什么东西的？干魔法阿基斯。啊！哎呦，等一下，先别讲。来，请问这个外形觉得 OK 的，请举牌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，还有两个 OK 哦。哇，佛心来着。干嘛？你都一直要羞辱人家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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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他这个打扮还蛮憨厚老实，蛮可爱的。哦。我不喜欢憨厚的。所以这两个都照顾对不对？嗯。哦。今天你要为我们带来表演。对。不是，你帽子可不可以调整一下？是。好，来。好，没关系的哈。那我们带来一段表演好不好？好 ，OK。那很厉害哦。超屌，超屌！来，请看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斯啊，今天要带来一个创意的料理——咖啡炖薯条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请一个特别来宾来介绍主食材——咖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k， 我是赵又廷。全家 Nescafe， 我只想 take a break。好的，谢谢马克啊。接下来请另外一个尼安东来介绍另一个薯条。Brown brown brown brown， 为什么薯条有长有短？整颗新鲜马铃薯做成的麦当劳薯条，酥脆松软。长的、短的都好吃。Brown brow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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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nlimited。好的，那我就为各位示范这道咖啡炖薯条。首先呢，先倒入一大杯刚刚赵又廷喝过的咖啡，不要浪费食材啊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再把一些些的薯条给倒下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开个大火啊，接下来就盖上锅盖去焖煮它。废话啊，接下来只要唱秀被做出好料理，阿弟赛配波团合理啊，万家香的乌醋甲白醋，不管糖醋里脊也是肉羹米，提出鲜味，发挥美味。那我就做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太晚了，哎，对，要吃吗？吃啊，要试吃。啊，好的，我蘸酱给你吃。目前为止，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几个表演是什么？哦，有参加那个最大档的那个模仿，哎呦，那个模仿的是，模仿很厉害啊，黄立行，黄立行几乎一模一样，黄喜，那你给我跪穿的，帮我戴上去，阿基斯，黄喜，阿基斯，黄喜，很累，其实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啦。他有一个模仿那个王力宏讲话，那王力宏的声音其实不好模仿。那你为王力宏讲话。每天白兰氏展现真本事，记得要喝白兰氏学进基金。我是 Homeboy 王力宏。有，厉害厉害，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你模仿这些艺人哦，有没有模仿给你们老板看过？不敢。你现在假装，对，你讲一个老板，讲一段土地开发的话对着我，然后对老板讲，预备开始。好给，我的土地到底要不要卖给我？哦，还有，还有，忙着找工作了。你看，你看有病，他一定会叫人打你。好，他的表演让你觉得愿意跟他相处的，请举牌。三，哎，你问不？哇塞！
可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很好笑是好啦，可是一直笑还蛮累的。你刚刚走出来是在模仿吗？一种态度，态度哦，是 ，sorry， 态度很好哦。模仿对象 ，Jackie， 张学友。哦，是，来，请开始，好不好？熟的人叫我 Jackie， 不熟叫我 Jacket。我今天带来这首《流星下的愿》。我要装成一个森林，陪他听落叶回音，陪他看雪花融化了的面具。好屌！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？这是为了实现我和花儿的约定。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提，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，要做快乐的自己。我唱到约定。为什么你们不跟我讲？来，曲哥，鹏哥，是康哥。等下我数一二三，一起往前丢 ，OK？ 很明显，唱错没有跟我讲。一二三，是唱没得听，是唱没得听。这就代表了我和你拥抱的生命。那怎么会这样学张学友？张学友还唱歌要有点功力哈，没有功力绝对做不到。是，就是，对，是，当初怎么会这样子想要模仿他？因为你唱歌应该很会，很多人都会吧？唱歌的话嘛，就是我本身唱歌有一点点像张学友，但是就是刻意加强成这样子。是。那你还会像谁吗？我目前就是一直专心在张学友这部分，那就只会一个张学友讲。很好，你觉得你单身吗？我现在单身是。单身多久了？其实这是在台湾播我才说我单身，香港那边我还有罗美薇。是。但台湾观众，我永远为你们单身。是，我是你们永远的歌手。OK。我觉得他好像很自我为主，然后感觉如果跟他相处很痛苦。会吗？就很多事要迁就他的。他刚刚是因为表演。对，表演当然是以自我。可是他感觉非常有自信。请问一下，就是，你是有自信吗？自信吗？当然。当然是的。你私底下的你是什么样的？其实基本上就台上这个样子。哇，你读书的时候是学什么？我是念航海的。航海自由。难怪在陆地上哦，不太好。请问一下，有航海过吗？有，就是航去哪里？大学四大四的时候有在海上漂半年。去哪里？去过什么国家？韩国、大陆、纽约、巴拿马。你是跑什么轮呢？就是跑货柜船，花莲轮，货轮，货轮 ，OK。哦呦，你的执照是什么？执照就是你说河海特考那种执照，对，是，就是船副啊，船副执照。船副，那你在船上，你跟船长是这样吗？没有，船长就是趁船长不在的时候会这样，会自己对着大海这样，全速前进。神经病啊！货柜轮全速前进干什么？也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船员很压抑，是很寂寞，辛苦啊，是，每天看到都是大海，所以常常这样自言自语，就常常会，还说过什么话呢？除了全速前进，还有什么？就是全速后退。全速前进，还全速后退干什么？就骂人家。哎，你会在原地360当班的时候啊，你会一个人这样唱歌吗？常常啊，常常。你都唱什么歌？一杯气，
我寂寞寂寞就好，谁都不要安慰担保。类似，哇，好厉害啊，好厉害！好厉害！